那过来甲镜头转来去江滨秀团人文艺术馆，前中华馆长王金珠哦，即马当伫咧遐展出这四十外件的作品，即挂这多位主题，有诶哦，讲是自伊做馆长以及这文建会主委林来修复的古迹甲历史建筑，以及真侪花草的图样，利用这更别的线条深浅，互民众哦感受到多层次、题材丰富的表现。六港公会堂规间厝的形体，复形古村充满生命力的样貌，也阁有文物庙、四行车库，这一百多位，拢是前中华馆长王金珠用钢笔一笔一笔用心创作的作品。铅笔画还是钢笔画，这个开有咯吼，无你一个看咧吼，都歪过起出来，你用来个看卖啊，包括咱这个中华馆的一挂古迹。也是讲消失去的古迹，伊拢甲画落来。哦，咱生活中的物件，包括可能伊迄物件，佫会当做文创。哦，比如乌克丽丽呢，伊还描绘了真水。所以，画中景象、画作、画条明确，代表自信。另外，花草图样详细甲看，会当看到亲像音乐伫咧跳动共款，美丽轻松，嘛来展现出艺术家内心情感。音乐系的吼，所以伫这個花。的构图还是颜色的诶，这个啊，咧着色的时阵，你会当看出伊的音乐流动性。第三，我的图真大众化，大家拢看捌，哎，所以免特别啥物去介绍，你就知道我咧画啥物啊。即挂花蕊，中华历史建筑的写生作品，嘛予人感受到画作传播的情感，嘛来画出王金珠对这块土地的喜爱。历史建筑。是我做馆长任内吼，大部分是迄阵修复的。啊，我感觉这嘛是要啊，让大家了解讲，咱对文化资产的关怀、甲关心、甲重视，啊嘛爱珍惜伊。所以希望讲大家来参观的时阵，会当就这方面来看我的图。啊嘛，希望讲大家甲我同款，无闲的时阵真简单，一支笔，咱就会当吼。画出一个彩色的人生。王金珠利用钢笔线条来呈现出目的浓淡深浅，展场内面每一百多位内面的景色，让民众感受到钢笔画的精彩之处。大中华新闻林桂英六港采访报道。